一年港姐选举总会见到一两个喜爱夜蒲的代表、啊、之前有许奕妮、庞卓欣，今年就有佢被称为翻版高英的力涛。反 V 男仔食水烟，准港姐翻版高龄爱夜店沟仔。他们几个的共通点就是特别喜欢在网上派军粮晒啲喷血泳照。上年的庞卓欣就是高材生，今年这位翻版高龄就在 KCL 读经济及政治系，还是 YouTuber 教下化妆和煮嘢食。有读者爆料，力涛在英国读书嗰阵，有男友都一样烂谱啊，喜欢落级到沟仔啦、爆粗啦、同食烟，嗱有相为证噶。力涛食水烟之余又揽仔反 V， 野性啊够晒噶啦，但系同港姐嘅口号美貌与智慧并重，好似仲有啲嘢要执一执咯。